Hello，女人我最大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。这一季那个 Alison Olivia 有做很多不同样的一些花 print 印花的一些风格。那我今天穿的是这个 Sherry Rose 的一个长洋装，搭配她的西装外套。那我觉得它结合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格，就是有一点点冲突感，就是洋装非常的性感，然后非常的女性，非常的浪漫，然后再搭配一个同样的一个花纹的一个西装外套，就是有那种力量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其实这一季就是 Alison Olivia 有做出很多不同样的尝试，有豹纹啊，有亮色系的西装啊、短裤啊，然后有黑白条纹，所以我觉得 something for everyone。其实我都还蛮喜欢它的这个 pocketbook。然后有很多很可爱的那种 jumper，就是它的上衣，然后有很多不同样的那个Alice and Olivia 的那个它的 logo，就是它那个 Stacy face 这样子娃娃。那我觉得这一次很特别的是因为这个活动的主题，它的背板你有看到 Stacy face 有做出很多不同样的肌肤的颜色，所以它就是完全呼应了现在大家非常注重的一个话题，就是让大家就接受所有不同的种族跟人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。20岁，我觉得是女人的一个开始吧，因为是一个展现自己，然后就是奔放人生，然后想走向你想要的梦想的一个年龄，所以我觉得还意义还蛮大的。爱自己的方式就是照顾自己的身心灵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常常讲到保养，还有这个美丽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很多东西在生活上面，你的美是从内到外，所以照顾自己的身心灵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。女人我最大。